市长有在找你代言观光这一块吗？观光应该没有，他可能会找我，可能吧。戒烟方面嘛，大概戒烟方面，戒烟不是戒烟哦，戒烟烟啦烟。艺人台志源先前出席记者会，被问到与北市合作进度，下秒脱口这一句：戒烟就不用了，虽然是以前是他们家发明的，那就不用了。跟戒烟戒烟的部分，提到戒烟是蒋家发明的，疑似暗酸台北市长蒋万安。立委王定宇也在脸书上发文：台哥太猛了，网友纷纷留言盖高楼。聪明人说话就是字字珠玑，有人说台哥是吃了诚实豆沙包吗？蒋万安十五号被问及此事也微笑回应：我想台哥有他幽默表达的方式，我们还是很希望能够跟台哥一起合作来推动戒烟的运动。蒋万安还是热情提出邀约，不过事实上台志源去年底也曾提及中正纪念堂发现多棵树木被砍掉，改设吸烟区，开杠蒋市府，后来被纠正中正纪念堂是中央管辖，并非隶属北市府。台志源后来致歉后再被邀请当拒烟大使，这回台志源言论再度闹上媒体版面，蒋万安用台哥幽默表达来化解尴尬。三立新闻做报道。